一直整牌，偷鸡牌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来把劫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别！哎呦，布里斯不打。出问题了，赶快叫跑！来，就他一个人闪，两个没事，不打，这个是没有胜负的，这个打下去是没有胜负的啊！避战，感谢女学生的大飞机，谢谢女学生，感谢。这把我们又是个菜刀队啊，那打到后面的话，这两个打不动。我们最好面前面就打出优势。他学的是 W 啊，他想踩我，踩不到，这个距离踩不到的。他就想踩我，就想踩我。哎呀，刀落了，我就不给他踩，就不给他踩，无所谓。刀可以不补，慢慢补。哎呦，不补了，你踩吧，踩吧，这，好，我二了。你回不回来？不回是吧？好，你怎么办？除非你打野来，我不让你过来，我让你 A 死你。痛不痛？你钱不打，你在这搞什么哟？我真的是看不懂现在的这个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你打钱呀，大哥，哪有你这样子玩的？哎呦！好，死了。我有那个凯旋。有 W 没事，弄都抓不死。好好补刀了，他上去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服了。哎呦，钱一个也不打，一毛钱也不打。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像这样玩的？有没有玩家像这样玩的？应该有不少吧。头皮发麻。如果他要拜我为师，他让我教他，他打一遍，他这样打一遍给我看的话，我肯定把他电脑关了。拉莫斯来了，算了算了，他敢回来啊，这个胆子好大。
好、哦，他没了，他没有血瓶了。痛不痛吗？哇，怎么就在旁边呢？这龙龙还没走，发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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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可能再死了，上去吃个头。有说法，我可以单杀。别死了，好好好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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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，可以快走，来人了啊，他来不及的，他上来我们就已经到家了，他这波来不及的，绝对来不及，硬找，可以，他有秒表，我大招没了啊，陈露露吃龙，露露在我的左侧、啊、我知道的，好吧，我知道的啊，我现在不会被你再抓了，我再被你抓成功一次，我就是弱智，跑这样子的，行，你打没事啊，你打不死我，你打不死我一套，怎么说，还硬换血、哦、你不怕死哎，真的是不怕死啊，这个人，哇，太老了，太老了，怎么说，怕不怕，行了吧，你可以走了吧，不管他啊，我刷我的血，他肯定回家了，他这个血量没得玩，塔皮不吃，再来个长剑 ，OK。他现在只要敢上来，我就大招灌给他，把他打残。他有秒表。
从现在开始，我只要再死一次，我只要再死一次，自罚2000块红包。就是，只要死一次，不管任何理由。你没听错，真的没听错，只要再死一次，自罚2000红包，死10次就20000。没听错，是的，没有任何理由，就死了就罚。发财，嗯，你不可能死的，这把从现在到游戏结束一波也不会死的。一波也不会死的。妖姬来了啊、哦！走了走了走，妖姬来了。那给你跑了还。他没有那个了，他没有 W 了，很好，回家，一次不会再死，放心了。没办法，人家妖姬他飞来飞去的不正常吗？怎么叫秀？怎么叫遛狗？怎么讲？那我能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我不死不就行了吗？我该打输出打不就行了吗？他影子他自己可以选择飞来，飞还是不飞，对不对？这我没法去啊。没事，他们想打，我一个人去不了，没大招。再打了，没大我，这没法打龙龟。好，再刀。露露调皮，好，大马上好了，没有能量，稍等一下。怎么还有大这个突袭？赶快溜，赶快溜！我这波溜，你们肯定说我猥琐是吧？为了不死，不帮队友，我觉得我该勇猛还是要勇猛。该勇猛还是要勇猛的，好吗？我不可能说该上的不上，不存在的。没卖队友吧？该上我上了，对吧？我不会卖队友的，能卖。这个必须要溜的就溜，对吧？止损能上的我肯定上，不会卖队友。回来回不回？给你大，你回了吧，你没办法了吧？啊！我在他影子快消失了，我再给他打，我看他回还是不回。感谢七赫赫赫的这个感谢。行，继续发育，好像不太需要我帮忙。嗯，
我 W 不降就行。感谢七赫赫的麦浪飞机，谢谢。一套血线压制，哦，我没大。上去一个，没大招。好，推塔，他肯定要推塔的。我在塔下的话，大招快好了。OK， 他死了。你往哪儿跑？你往这跑，你死路一条。好，大招好了。往这跑就死路一条。他往哪儿跑到底是？啊、嗯？他是已经被我卡住位置了。有点延迟，我靠，跳屏了，这延迟了，麻烦了。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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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来个短剑，这妖姬废了，妖姬才十一级，哎呦，我延迟很高，这很影响我的微操。小龙吧，准备看上路能不能杀一把。哟，已经走了，意识到了吗？那龙龟在打那个，不行，我们得过去。这一波肯定要打架了，出了金身啊、哦，出了金身。看一下呢，他没出，好，那有机会杀他。他放了 W， 能杀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他有那个，追不住。你胆子是大，你别说哎，你别说胆子大哎，你还敢来？好，我们妖姬的确不好追啊，不好追。他这个英雄太灵活，六六拳，绝逼不浪，哎，绝逼不浪，浪一次剁手。来下塔推了。咱把他中塔推了，大招马上好，直接秒，不需要给大，他的大
要在他交 W 的时候给他打，这样我能跟过去。并不是很痛。好，不敢来，有人头可以吃。鬼刀一开，那边已经跑了，大刀给他吧，能收一个是一个。OK， 撤，我去中了，高地就别上了，高地退不了。先把这个外塔拔了，现在就以小龙和大龙来出发战斗，可以考虑偷一下。想干什么？一套，哎呦，这蓝 buff 拿不了，他来骚扰我。可以，这个不杀他，他老是骚扰我。嗯，这边出问题了。哎，我没招了，我没招了呀，我们 W 都没有 ，W 好了，好，那个追不到，那个追不到，我们现在劫啊，没大招，没鬼刀，我可能要输破败，单带吧。现在很肥，我们大招好了，可以再杀一个。弗朗克，弗朗克不好杀，直接去中。可以。好，这个红咱们吃了。没事，我有这个东西。哦，死一次自罚2000块红包，没错，不吹牛逼，复活甲搞起来，嘿嘿嘿，哎呀，哎，复活甲搞起来，保证不死，勾起来。终极老狗，你怎么杀我？叶子锋刃加复活甲，你怎么杀？来了，这波好 ，W E Q 点他，点他，有大招，这个放不了，他已经闪到那边去了，没事，我在 EAQ 上 WEQ 平 A 灭魂劫，老鼠敢露头就秒杀啊！老鼠敢露头就是秒杀。好，拆完溜。哎，这个妖姬在这边，他想干什么？我们就躲在这里，对面可能要骚扰我们打龙，知道吧？我站这个角度很危险的，
能捞他们，他们应该从这里走，不敢从这里走。我这边可以捞过去，这老鼠太大了，太隐身了。好，哦，这波老鼠输出拉满。哎，老鼠呢？老鼠在这里抽出出。哎呦我操！这老鼠有点贼，说实话有点贼，挺刁的。没事，他们拆不了，你拆不了，好吧？老鼠人呢？我需要蓝 buff。他在干什么？看到了，他打钱去了，他敢收这波钱。他是看到我了吗？这肯定要终结他一次。好，准备大龙。搞起来。可以杀，可以打了，可以打了。他们是两个老鼠，输出非常变态的，我们一定要这个把打招给他。老鼠没有位移的，很怕解。我大招给他，他不能输出的。就算我杀不了他，他也没输出。我在这边骚扰一下，他们很怕的，他们不敢来的。等阻止我们。大龙大招不需要放啊！好，大招挂给他，没他没法输出的，嗯，朗克没事，失误了。我那个手里剑想带着弗朗克一起打，没打中，回家。这个药水，好，无敌，458的攻击力，不是 Q 没中，是我想带着普朗克一起打，知道吧？所以导致呢有一点歪。老鼠。大爷的，他睿智哦。